还能俯成棒球比赛，球员在场上超认真，但主审怪怪的。主审战不稳，往前请身体摇晃，还往前压到捕手，让其他球员吓坏。哎，快活点，快活点，快活点！OK吗？还蛮喝水。站在大太阳底下比赛，真的很热。中场休息，主审蹲在一旁，还有人递水让他补充。但接下来主审疑似头晕，往后踉跄，站不住，又往前跌倒摔地，在地上翻滚一圈。变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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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来了，头晕，头晕。这一叠真的让人吓傻，谁会表示主审疑似没有睡饱，加上高温天气，指标34度，站在烈阳下不排除可能中暑。要严重的中暑的话，是有可能发生热衰竭。 球场比赛主审装备一层又一层，最后还要套上面罩保护脸部，散热恐怕被影响。球员上场前，除了要确认自身状况之外，医生也建议一定要睡饱，随时补充水，降低热伤害。记者台南高雄总报道。